向你。哇，这个地方现在归我了。我真不明白，就这么个小破店，爷爷为什么不让拆？我爷爷不给你涨房租，还给你签了100年的合同，你活得了那么久吗？哼哼，我肯定活得比你长。你开条件吧，要钱，要新房子，还是要别的什么？我只要你尝尝我做的一道菜。这有什么难的？食神归位。在牛肉馅里加入调料和其他食材搅拌，装入裱花袋，锯成一条一条，两面各煎2分钟，抹上番茄酱。大变牛肉，请尝尝吧。臭死了！啊，柴妈，你竟然把屎端上桌！快拿走！你只要敢尝一口，我就认输，这块地随你处置。如果他是诈我，我不吃就收不回房子了。可是如果是真的，我吃了，虽然输了，那我不也成了吃过他的大便了？哼，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吗？你要是敢自己吃，我认输。哼，那你可就输了。太好吃了，这其实是牛肉了。哇，真的太好吃了！太好吃了！哎，展猫，这明明是牛肉，为什么端上来时会闻到一股臭味啊？因为我在盘子底下铺了榴莲和臭豆腐啊！哼，你别以为我会放过你，下次我还会再来的。慢走，不送哦。